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相互识别，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会相互欣赏，只有同等能量的人才能成为知己好友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想要什么样的好朋友，你得先活成什么样的人。当你活成了一个自信的、自由的、喜欢你自己的、散发着阳光的人，你也会吸引来同类的人。因为只有同等能量的人能够相互识别、相互欣赏、相互结识、相互珍惜。为我天长灯，无人待我真，无人等我茶一冷，无人共我赴前尘，无人伴我踏黄昏，无人抚伤痕，无人陪我过星辰，无人同我度余生。